准备出发，从屯门赤列角隧道到东冲北大屿山公路，全程约4公里，大约要4分钟。请靠左直行前往东冲。保持直行，前方路口请走最左侧车道前往东冲。靠左直行。保持靠左。到达顺朗路，保持直行前往东冲。请转入左侧车道前往东冲。保持直行。到达北大屿山公路，沿北大屿山公路前往东冲。